特區政府推動的再工業化呢，並不是說想要將一些需要土地和勞動密集的製造業重新帶回來香港，而是以我們物聯網、人工智能、新材料和智能生產工序等等作為基礎，引進和發展適合香港的高端製造業，同時亦都促進傳統製造業的升級和轉型，以創新科技提升競爭力。特區政府會致力為本港再工業化創造更好的條件，包括啲乜嘢呢？包括基礎建設、財政支援、人才培訓、技術提升、科研推動等等各方面。我哋會全方位咁樣支援業界，推動高質量嘅經濟增長。我哋希望從而咧係創造更多優質嘅就業機會。特區政府係會致力加強香港同深圳同埋其他大灣區嘅城市嘅創科合作，推進深圳、香港、河套等重大嘅合作平台嘅建設，推動創科成為區內新經濟嘅引擎。